封面女郎，灵气逼人的影星，八十年代女星影视杂志老照片欣赏。人民画报自创刊至日起就不乏文艺情怀，不少带着时代气息的演员名角曾登上封面，能入围的可见其知名度。图为陈小旭，侧脸照美的灵动，她是人们心中最经典的林黛玉。林芳冰回眸一笑百媚生，举手投足间尽显淡雅宁静。她的代表作有《幽谷恋歌》《玉碎宫星》，而世人则记得佳人演绎的杨贵妃，美得令人难忘。宫雪是一位德艺双馨的女演员，她的五官精致，气质典雅，演技精湛，她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感人、风格清新的形象，观众喜爱她犹如珍爱一颗珍珠。方叔很早就有从影经历，七岁时曾在影片照单于兰主演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中饰演小萝卜头。虽然出身优越的环境，但是他却从来都不骄纵。他出演了许多作品，并且以其优秀的演技斩获许多大奖。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合作过绝唱伊豆五娘物之其写意等数部电影电视剧，他们从荧屏情侣到现实夫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足见百惠的名气。注：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版权归属作者。